哇，有有云顶天成世界。笑笑老姑，老姑很怕。Duduk di hadapan anda, kerjasama anda mana kami hargai. Good morning, guys. Welcome aboard Asia Flight. 大家好，我是姐姐。这是我们家人来个短暂的旅行，主要目的呢是要来看看家人，好久没有见面了，大家来聚一聚。阿芝妹妹，阿芝，你没有看妹妹，快点看，看到我就笑啊，笑笑。老姑很怕，没注意到他。哎呀，老爹，爸爸来撒秧啦。像挑衅。那不要想了，我想。他会变的，他这么多想的。他这个。对，那边。那他出生是有 care 的，没有，十二岁才有。哦，十二岁做 IC， 那 IC 就有。整个是靠女人，整个是靠女人。IC 哈，你是靠女。啊啊，阿健阿健，哦阿健吗？舅舅。对，我讲不会，不会，不会，其实看阿金来的哦。哥哥，他看你，哥，快点，快点，他看你。老爷的这个哥。没有，通常他不是这样，他是这样。上课，小二吧。哇，他拿，你看，哇，他会拿，这绝对是他的手的那个位。哇，你看谁看来，爽啊 ！Finally did， 这是阿伟。我们又来一波大聚合，这是我们第一次老刘一起来见面哦。想吃什么？第二天我们就包了一辆车上营顶了，不久就把我们送到奥乐了。我们拉着行李先来奥乐走走。又来到熟悉的场景，这营顶来了无数次了，最吸引我们的就是这个奥乐咯。买买逛逛了一个上午，我们便乘缆车要去酒店 check in 了。真是没有想到星期一、都还这么多人，看人山人海。是哦，真的没有想到哦。哎呀，排了好久呀，一个钟头多呀。坐这一排，我们这些外面留级的，全坐外面。不要紧，
你看那个大胖子三四个都都没有什么、啊、也是挤到满满了、啊、一次哇还有中文广播欢迎搭乘云天缆车云天缆车云天缆车云天缆在这前长2.8公里的地方，下一站清水缆车站。哇，我的屁股凉凉了。在这段期间，乘客可在此免费中途停留前往清水岩庙，高来宣布文化之旅。高压，高压。参观古色古香的9层万寿塔，有高15米高的佛像位。一家人有恐高症。不要紧张，你也举过了。不要紧张，看完这眼睛，你们，哦、因为你们是很远、嗯，哇，你看，起呀、啊、都，哇、哦，化雨就好了，化雨，哦，还有哎，还有啊，化雨马上就清晨，这是清水寺罢了。对，这边下来。写掉，乔治。Attractions and live entertainment.Really into the club. Wow, it's very clear. Oh my god, this can't see.我们到营顶了，孩子们要带我们去一个多年前我们打卡的地方，后面一个也是好打卡打卡，来营顶必须要打卡的地方。B 六六哈 ，B 六六，穿着滑梯这边吗 ？OK， 这边拍一张。列队走下去，现在要走过去我们订好的酒店。嗯，很多游客哦，云顶是任何时刻都是很多游客的。哇、哦、好远啊，走了好远啊，这个hotel太远了。哇、哦、还有云啊，云雾很爽，好久没有体验这个温度了。凉来到了，哇外面的雾好大呀，蒙蒙 cable car 都看不到。很爽哦，是不是这天气就很舒服，真怀念了这样的温度。是咯，Thank you.
哇、哦，很爽，一阵阵的冷风吹。哎，见到没？见没？哎，见到了。酒店就在前方，可是我们大家都想站在冷风里，因为太舒服了。